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。现在应该是不到1点钟吧，还是说已经过1点了？让了个核桃，他居然在那啃啃啃啃到了现在，后悔死我了！早知道我刚才就给你们开视频了，我给忘了。眼睁睁的看他刻了3/4，我才拍。吧唧嘴干嘛？你不能上来哟。他肯定是在上厕所。我说你大晚上往什么跑什么跑，原来是想上厕所。越来越聪明了，居然知道把碗斜过来喝水。嘿嘿，用完餐能不能把碗退回去？太浪费了吧。哎呦我操，好萌。让你吃那么多的核桃，我的天，这油水你为什么不喝呢？这么一罐呢？是不是该睡觉了你？妈的，这样看好大，像只臭鼬。好像又捡到了一块核桃，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。
他要准备去睡觉了。妈的，智障！平时你都是钻这边的好吗？好了，他已经跟大家说晚安了，那咱们就还盖好被子呀，真萌。那好吧，晚安。你们也早点睡觉吧，已经不早了。晚安，各位。